手指放下去。快！对，你叫趴下，趴下。没事，你叫趴下，趴下。不是，我没干嘛，你趴下。我没干嘛。下去。我没干嘛，你不可以，你有看给我不？你不可以把我趴下。我说啊，不可以趴下。我没干嘛。来，零五一六七到十一号，他说拿两把。收到，收到。手指放下去。快！对，你叫趴下，趴下。没事，你叫趴下，趴下。不是，我没干嘛，你趴下。我没干嘛。下去。我没干嘛，你不可以，你有看给我不？你不可以把我趴下。我说啊，不可以趴下。我没看错啊。本分局于17日20时许接获110通报，有男子在芦洲区持刀行走，警力到场后立即压制、逮捕、带回。并查扣西瓜刀两把，全案依恐吓公众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